岁月在浦江两岸静静飘散，时光在车水马龙中悄悄流转，在申城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中，一家现代化的企业在浦东红庙工业区这片沸腾的热土上悄然崛起。它是上海迪星洗涤设备有限公司。上海迪星洗涤设备有限公司前身创建于1991年，24年的奋进征程，24载开拓进取，高歌猛进。上海迪星凭借不断积累的丰富经验，坚持以客户满意为最大满足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，借助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南首、东海之滨、杭州湾畔的区位优势，依托专业用心的服务，实现了快速的发展和跨越，在洗涤机械制造行业异军突起，取得了辉煌的业绩。如今的迪星拥有占地面积达20000平方米的生产规模，荟萃了由高级工程师领衔、各专业人才为中间的科研、开发、生产团队，形成年产1000台工业洗涤设备的综合能力，铸就了闪亮的迪星品牌。市场经济风起云涌，机械制造竞争激烈，质朴勤奋的迪星人坚信谋事在天，成事在人，以全新的经营理念打造优质洗涤设备，更以产品质量性能的不断丰富完善超越，自主研发生产了一批批门类齐全、质量过硬的产品。全封闭干洗机、全自动洗涤脱水机、水洗机、烘干机、熨平机、折叠机等6大系列70多个品种，既满足繁华都市的高档宾馆配套使用，也适合个体洗衣店多样灵活的便民服务。广大客户以低投入、低成本体验迪星创业的价值，共享迪星发展的成果。工艺入细入微，质量精益求精，公司登高望远，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，激发员工潜质，夯实基础管理，更新装备器具，规模运行流程。每一台洗涤设备从下料到加工，从入库到出厂，都经过严格的检验和测试，保证了性能的优越、安全可靠。这是迪星生产的 XGQ 系列全自动洗涤脱水机，面板和内胆采用 SUS304 不锈钢，外钢经过特殊防腐处理，具有使用寿命更长、清洗能力更强的特点。由于设备的整个洗涤缸系统悬浮安装在弹簧和减震装置上，减震率可高至95%，使用时无需基础支撑，因为配有自动洗涤分离容器，不会形成皂粉堆积，也不会产生添加剂不能充分溶解而灼伤布料的现象。设备由全电脑控制，使用过程中变频调速、人机对话、液晶屏幕一目了然。因为附有功能自检系统，使维修养护十分便利。公司在2011年3月开发成功自动循环加油系统，解决了洗涤行业一直未能解决的轴承发热、脏油开发清理、有油无油看不到的问题。这是迪星生产的熨平机，因为采用了齿轮传动工艺，而排除了抖动、响声、链条拉长等弊病，还具有耐高温、防静电、调速范围大、运行平稳、操作简便、织物熨烫后平整挺阔的优点。这是迪星生产的自动烘干机，转轮采用不锈钢材料，它以微电脑自动控制多种程序为主体，可设置烘干时间、烘干温度、冷却时间，适用于不同衣料的烘干，具有安装方便、运行平稳、操作简单、加热升温快、效率高等特点。大开门、大视镜的开放式曲衣，
使用户操作更方便。这是迪星生产的 XGB 系列卧室水洗机，结构简单，美观大方，微电脑控制，可根据洗涤之物的不同而任意设定洗涤时间。内外桶都采用 SUS 304不锈钢材料，转轮既耐酸又耐碱，转轮轴两端采用氟橡胶油封而不易漏水，具有抗腐蚀能力强、使用周期长等特点。这是迪星生产的全封闭干洗机，配备了制冷机组循环冷却、高效维修系统，有效控制四路乙烯的排放及残留，配备了环保型开门排气吸附装置，具有快速烘干、省时省电、节能降耗、环保低碳、性能安全、持久耐用、人机对话、易学易懂等特点。这是迪星生产的 GXS 双缸双过滤石油干洗机和洗脱烘多能三用机，它们都采用全自动电脑控制器，可设置多种不同洗涤方式，性能可靠，结构合理，可一机多用，提高效率。 ZD3000 微型折叠机是迪星近几年新研制的产品，具有布料宽窄识别能力，折叠速度快，人性化设计，它具备两横三纵五折的折叠功能，折叠范围可达3000×3000毫米。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，策马扬鞭的迪星，以人为本，科技兴业，转型发展，立足未来，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份额与日俱增，已经由单一的生产洗涤设备发展到以化学研究、洗衣连锁加盟为一体多元化复合型公司。未来的日子里，迪星将会更加努力，以诚信开拓市场，以创新吸引用户，博采世界各国同行的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，不断提升研发能力、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，让迪星产品风靡国内，走向世界，实现更大的进步和发展，演绎更加悦耳的奋进华章。